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看我们国政班第二届第二期的线上课程。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改为线上的讲座。那第一次呢，我们是邀请到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教授来为我们谈述有关于中共的外交情势以及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那么在演讲之前呢，有两点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第一点是今天的明老师的课程并没有这个使用这个简报档或者是 PowerPoint， 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就是看着明老师来为我们带来一个专题演讲那第二点就是如果您有报名的朋友会收到我们这个 YT 频道的连结，你可以在连结里面跟我们做一些互动。我们最后还是会尽可能保留10到15分钟的时间来让明老师跟各位网友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明老师。好的，那谢谢主持人清俊，然后各位国政班的同学大家好，那很高兴呢今天有机会在线上跟大家见面。更高兴就是我现在不用戴着口罩讲话了，现在换气呢比较自然一点。我今天没有用那个简报档，因为有的东西呢比较新的比较快呢，可能变动比较多，所以我没有用简报档。大概今天呢我在谈的这主题呢，虽然是美中台关系，但我把它放大了，我把它放大成为美中俄台四角关系。然后放在什么架构下来看呢？放在疫情跟放在中共百年之下呢来看这个题目。那这个中共百年的部分呢，各位大家注意到我最近在各种电视节目上呢都从不同的角度谈论的问题，然后再过两天呢，那有一些台灯的节目也会陆续推出，所以请各位在 YouTube 上打我的名字呢就可以看到。那今天我要谈这个疫情跟中共百年下的这个两岸关系呢，我刚说要摆在美中俄台的四角关系下面来谈。但在谈这四角关系以前呢，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今天这个讲次呢准备分成6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先从三角政治讲起，然后第二部分呢我谈谈当前的美中俄关系，第三个部分呢谈谈美国怎么拉拢欧洲各国，第四部分谈谈美国怎么拉拢其他的盟邦，第五个部分呢谈谈中共怎么回应，然后第六呢谈谈台湾的这个作为，大概是这么6大部分。那最后呢希望能够留下一些时间呢跟各位互动。那我们现在就进到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谈什么呢？谈三角政治。大家对三角政治呢 的认识呢大概都从1970年代开始，也就是美国呢开始这个伸手然后跟中共改善关系，去破冰改善关系，然后呢就面对苏联，所以变成美中俄三角关系，大家的认识呢从那里开始。当然其实在国际政治或在国际关系理论当中，三角政治研究呢开始比这早得多了，大概早在几千年前呢，不管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呢，其实对这问题呢都有一定的认识。只不过就是东方比较少把它理论化，虽然作为是差不多的。那现在呢我刚刚讲，我说三角政治大家开始认识到它，大部分是在1970年代，就是美中俄的关系或美中苏的关系当中去认识它的。但是很多认识呢不完全准确，包括就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在外界有些学者或一些这个新闻媒体人呢在谈三角政治的时候有一个错觉，一直以为说三角政治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合作然后去打第三个人叫三角政治。是，这是一种情况，但是三角政治不只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2打1呢是三角政治的一种情况，但还有别种情况。那么在讲别种情况以前呢，我得倒回来谈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三角政治呢。简单说，在一个体系当中或在一场这个赛局当中呢，有三个这个行为者或有三个国家，简单说，而这三个国家呢力量强弱不太相同，然后对别的国家威胁也不太相同。通常什么呢？通常譬如说在一个体系当中有三个国家啊，我先画个图，现在各位这边可以看到我很快画个图。比如这么图大家看得见哈，这样对得准哈，没问题哈。好，大家看到在这个体系里面呢有甲乙丙三个国家，甲国最强，乙国次之，丙国最弱，
在正常情况下是比较弱的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付比较强的国家，但这种事情不必然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国际体系当中，去威胁别人的不一定是最强的国家，有的时候是次强的国家。在这图里面呢，就是乙国。为什么乙国会去威胁别人呢？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秩序对他不公平不合理。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经过了工业革命，经过了军备竞赛，或经过了什么方法什么的呢，或经过了变法强兵之后，乙国逐渐强大，强大到觉得说当前的国际秩序对他而言是一个束缚，所以乙国作为第二强国要打破这个国际秩序，他争取更大的空间甚至更高的地位，所以乙国变成了破坏当前国际秩序的国家。而甲国或丙国，对甲国来说，他如果没有意思扩张的话，他是满意现存国际秩序的。而丙国如果受到甲国的照顾，或受到甲国的这个霸凌，他不敢动的话，那么丙国也接受的国际秩序。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或者乙丙两国去威胁和联合起来去对付甲国，但在我刚刚讲的特定情况下，就乙国在逐渐强大的时候，乙国想要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所以乙国来挑战的时候呢，乙国本来想联合丙国，但丙国害怕甲国，所以丙国觉得说我还是投向甲那边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乙挑战丙成功的话，我或许得到好处，但是万一乙挑战甲成功的话，我会得到好处，万一乙挑战甲不成功的话，那我会跟着受害，我会被打得很惨，所以我选择跟着甲国跑，维持现状就好了。好，那么我刚刚讲说，不管怎么样，在三国的政治里面，或在这个三角政治当中，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付第三个是比较常见的，这是一种情况。但是还有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1970年代美国苏联跟中共的关系，在那里呢，我这边写一下哈。好，那么甲国呢就是美国，是最强的国家，乙国是次强的国家，是苏联，然后丙国是中共。好，在这情况下，如果苏联的国力不断的上升，要挑战这个国际秩序，那么对美国来说，对甲国来说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他要去对付他。那理论上丙或者说中共应该跟着苏联走啊，但是我们发现没有这样走。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发现苏联要是强大起来的话，对他的威胁更大，美国相对来说威胁反而比较小，所以中共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说我跟美国走在一起反而比较安全。美国看懂这个局势之后，所以美国就主动出手去拉拢中共。好，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我说的，很多学者的观察呢并不准确，他们说美国跟中共联手去对付苏联，准确的说美国跟中共并没有联手。那么既然没有联手，为什么会对苏联造成压力呢？简单说就是，原来美国跟中共关系并不好，美国因为韩战的关系封锁了中共，所以中共被封锁了将近20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发现苏联威胁比较大，所以决定跟中共解冻，所以主动呢去接触中共，中共也看懂的局势，就回应美国。就在美国跟中共关系正常化过程当中，许多人以为美国跟中共联手甚至同盟，其实都没有。美国跟中共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只是改善关系，然后把改善关系这个现象呢暴露在苏联面前，让苏联心生警惕，也就是他们发出的讯号告诉苏联说，你最好停在这里，甚至后退一点点，你如果不后退再往前进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同盟。换句话说，美国跟中共还没有同盟，但是美国跟中共同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美国跟中共现在的同盟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关系。那么我现在讲的就是三角政治的第二种可能性，
美国跟中共并没有要同盟，同盟跟不同盟它存在一种不确定性，所以美国跟中共所制造的三角关系的一个特征就是创造这种不确定性。美国跟中共等于明白告诉苏联说，我们两个联合起来你就麻烦大了，我们联合不联合不在我们的决定，在你的表现，你表现得好，你乖一点，你安分守己一点，我们就不联盟，就不同盟。你若不乖的话，你继续往前推进，我们就同盟。苏联看懂了，所以苏联后来就后退了一点点，他回去讨好美国，跟美国签了限武协定，然后回来压迫中共。所以三角政治有两种情况，我再说一遍。第一种情况就是两个国家联手去围殴第三者的，大家普遍理解的情况。第二种就是我刚刚说的，两个国家改善关系，针对第三国改善关系，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形成同盟，而他们创造的是因透过改善关系而制造了这种不确定性，用这种不确定性去逼迫第三国，逼迫第三国呢安分守己。这就是三角政治里面最核心也是最精妙的部分。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1970年代呢，美国跟中共为了要对抗苏联，双方改善关系，然后创造这种不确定性，果然逼到苏联了。那么这个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大家回想一下，台湾被逼出联合国，对不对？美国没有希望把台湾赶出联合国，中共也不认为他这么快进到了联合国。可是当美国跟中国一做这动作之后，大家觉得说国际情势会发生变化，所以很多亲共的国家开始讨好中共，在联合国里面提案，那我们反应不够正确，被赶出了联合国。所以台湾在这场三角政治当中变成了无辜受害的第四人。这个题目我们等会儿再回来。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我想谈的，就是三角政治的精义。我再说一次，三角政治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打第三个的第一种。第二种是两国改善关系，但是没有同盟，但这种不确定性对第三国形成了压力，迫使第三国循规蹈矩安分守己。这就是三角政治两种可能性。大家明白我的分析之后，后面对理解今天的国际形势乃至台海形势呢，就有比较好的这个理解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理解的部分呢，我们就进到第二块，就是当前的美中俄三角关系。在这三角当中呢，依然是美国最强，不用讲了。那么第二强是谁呢？以军事力量来说应该是俄罗斯，但是以总体国力来说呢是中共。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现在是美中俄三国在玩三角政治的话，会怎么玩呢？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不一定会去对抗最强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在70年代的三角政治当中，苏联不是最强的，反而是第一强跟第一强国跟第三强国联手去对抗第二强国。为什么呢？第二强国虽然不是最强，但是第二强国野心最大，然后动作最大，然后对现状的威胁最大，影响到了第一国跟第三国。那今天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看美中俄的三角关系呢，美国最强，中共呢虽然是三角当中军事上比较弱的一国，但是呢它的战略姿态比较高，这地方我就不详述了，因为各位在各地方都看到，然后这个过去呢我们在给各位上课的时候也提过这个部分。中共在军事上面积极的这个建军，然后太空计划上非常认真，然后又这个发射去登陆火星去采集样本回来，然后这个太空船呢太空战略又对接了什么等等，然后又不断的建造海军，建造航空母舰，更重要就是它在东海、南海、印度洋、太平洋跟台海呢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事端，让全世界不只是台湾，让全世界都觉得说中共现在国力正在上升，它正在积极挑战国际秩序。那现在问题就是大家接不接受这国际秩序，大家如果 不接受这国际秩序的话，大家会跟着中共来挑战这个国际秩序，大家如果接受这国际秩序的话，大家就联手去压制这个挑战国际秩序人。现在的形势呢
大概是我们说的第二种。中共的战略姿态非常高，然后呢，在方方面面挑战了国际秩序，所以这么一来呢，很多人觉得看不顺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不管在欧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亚洲也好，在非洲也好，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尚可接受，个别国家可能不喜欢，伊朗可能不喜欢这国际秩序，古巴可能不喜欢这国际秩序，北韩可能不喜欢这国际秩序，但这些国家对于改变这秩序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这些国家即便跟着中共走，对于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撼动不了的。好，那么现在问题回来了，我刚才说，如果当前的国际秩序为大多数国家所不能接受，那么一旦有一个看起来够强大的国家来挑战这秩序的时候，大家会跟着走，大家会响应它。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国际秩序大家可接受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人要挑战它，大家就要去围殴这个挑战的人。那今天情况就是这样子。今天别的国家我先不说，我还是回到美中俄三国。那现在还是一样，美国最强。那么中共呢，他的挑战的这个性最，他的挑战的这个姿态最高，然后挑战力度最大，所以他反而变成了第二强国，然后俄罗斯变成第三强国。那这下有趣了。所以如果说美国要维护这国际秩序，中共要挑战这国际秩序，那俄罗斯是什么态度？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认为这个秩序目前对我看起来还是可以的，所以俄罗斯选择基本上维护这个秩序，但俄罗斯考虑比较精细，我们等会再说。好了，那这么一来就是当俄罗斯觉得说中共的崛起也威胁到他，我们具体说威胁在哪里，简单说一带一路北边的那条路，各位把那个地图拿出来看一下，一带一路往北边走那条路大部分碰到的是俄罗斯当年的属地或是属国，或者甚至是苏联的一部分。今天苏联虽然瓦解了，俄罗斯剩下苏联原来 70%， 但是对于有抱负的俄罗斯的这个政治人物来说，恢复当年苏联的光荣应该是一个理想的目标。所以他们看见有别的国家来染指这块区域，对他们说是不舒服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中共推出一带一路的时候，俄罗斯表面上没有说什么，因为他晓得他实力不够，不能站出来反对。但是一旦有人去反对一带一路的时候，他乐于站在后面帮助这件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一带一路对他威胁更大的时候，他迫不得已他自己就得站到第一线。好，那现在是第一种情况，他躲在人家后面去反对这一带一路。好了，那这样这个战略态势就形成了。我们再回到这张图上面来，我们把这边改一改。好，现在美国还是第一强国，但中共的战略姿态非常高，所以在战略上它变成第二强国，然后俄罗斯反而变成了第三强国。在这情况下呢，我们看见最合理的这个战略姿态就是俄罗斯跟美国联合起来去对付中共。好，那问题我要解释的联合了，联合到什么程度？所以有人说，美国跟苏联跟俄罗斯同盟去打中共，然后有人说中共会跟俄罗斯同盟去对抗美国，都不是，都不是。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我现在要解释的就是微妙性。好，那么在解释微妙性以前呢，我再把话题拉开。各位可能看到上个月的新闻，上个月月初的新闻呢，有一个发展，什么发展呢？俄罗斯突然间出兵，大量的针对乌克兰，然后集结在乌克兰的北边，好像要去打乌克兰，大家吓坏了，大家说，哎呀，他要去打乌克兰了。当时我看了半天，我说还不一定，他或许会或许不会。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我说我们再看一看，我说有一种可能，后来慢慢看出来了。我们看出什么呢？大家记得那段时间除了俄罗斯去威胁乌克兰之外，中共在对台湾干什么？天天飞飞机过来嘛，然后天天这个军舰的三天两头军舰在台湾附近绕，然后在航空母舰旁边经过，然后这个飞机又过来了。
所以搞到台海地区战云密布。经济学人也好，什么杂志也好，然后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媒体也好，很多评论员都说，台湾海峡或台湾地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我说其实不危险。大家如果记得我前几次演讲或者一些公开的演讲，我就说，台湾在这段时间里面会被美国跟中共拿来当棋子下，所以美国也把台湾当作一个重要的棋子，中共也把台湾当作重要的棋子。台湾夹在两强当中，空前难受，但空前安全。因为第一，没有一个国家舍得丢掉这棋子不用；第二，没有国家肯让另外国家把这棋子吃掉。所以当中共要吃台湾的时候，美国一定拦住，美国要吃台湾的时候，中共一定拦住。那拦住归拦住，但是下棋还是要下。所以中共拿台湾当棋下去压迫美国，美国拿台湾当棋下去压迫中共。所以我才说，台湾这段时间空前难受，但空前安全。好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共威逼台湾，俄罗斯看准之后呢，准备来玩这盘棋。他怎么玩呢？他做出一个打乌克兰姿态，然后出兵了。军队呢在乌克兰的北境，眼看就打进去了啊！北约吓坏了，欧洲各国吓坏了，然后开始出兵，开始出面讲话什么等等。哎，没有多久，俄罗斯啪退兵了。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就是俄罗斯玩了非常高明的一招，因为他发现说，如果国际政治上这些镁光灯都被中共拿走的话，那我就没有棋可以玩，我没有牌可以打了。我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想捞点好处的话，我就得制造乱局。我怎么制造乱局呢？我也制造出一个要打乌克兰的姿态。那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第一，中共可能会打台湾；第二，我俄罗斯可能打乌克兰，逼到美国跟欧洲都跳出来说，哎，我们要来应付这问题。好了，请大家想想看，怎么应付？是两边都打仗吗？也就是说，美国跟欧洲一边要去打中共，让你不要打台湾，一边要去打俄罗斯，让你不要去打乌克兰吗？大家会这样想吗？还是说美国跟欧盟自己在家里想想，或者坐在一起讨论讨论，说咱们这两件事情呢得分个先后吧，我们不能双拳齐出，我们得分个先后。什么叫分先后呢？就是哪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重要。我上次曾经讲过，我说美国如果想清楚的话，欧洲各国想清楚的话，会看见一件事情，乌克兰被俄国吃掉是一个悲剧，但是呢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死局。但是如果台湾被中共吃掉的话，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死局，对亚洲各国来说是死局，甚至对欧洲各国来说都是死局。为什么？请大家想想看，台湾在什么地方？台湾在这个太平洋的西岸啊，西方人说太平洋西岸，那么我们说在太平洋这里，在这个大陆的旁边，北边呢接这个东海，然后再往上呢接这个黄海，然后再往下呢接南海啊，往西南边接南海，往东边呢接太平洋。换句话说，台湾呢就是第一岛链上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这个我们过去在图上都说过了。各位想想看，这个点如果被中共拿走的话，第一，台湾海峡变成什么？台湾海峡基本上变中共的内海。第二，台湾以外的200海里是新的这个拿下了台湾的中共的经济海域，飞航情报区扩大了。这样想想看，对各国有什么影响？第一，日本跟韩国，日本的这个琉球受到威胁，日本本岛受到威胁，韩国受到一定程度威胁，菲律宾受到威胁，越南受到威胁，中南半岛受到威胁。这个还是地理上的。战略上是什么结果呢？当台湾被中共吃掉，而美国没有反应或反应无效的话，大家说中共比美国强。既然中共比美国强，那么我们亚洲各国或周边国家，我们的战略姿态就调整了，我们就不能靠向美国，我们得慢慢倒向中共。所以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可能都倒过去了，只有日本呢可能要负隅顽抗，那日本就要落单了。所以当这些国家都离开美国倒向中共的时候，美国在亚洲恐怕站不住脚，就算站得住的话也非常薄弱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中共能在亚洲把台湾吃掉，然后美国无力反应，或是说虽然反应但甚至战败的话，
那么中共在其他地方影响力就更加扩大。我现在不细说，我只说一个重要结果。到那时候，请问各位，你在银行里面存款，你是要去存美元呢，还是存人民币？你会存什么？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这样提出的意思就是说，美元的地位会一落千丈，人民币地位呢会逐步升高。当人民币在国际的货币市场上或国际金融市场上面，它的升势超过美元的时候，美元就大幅下滑。美国的这经济很大程度是靠全世界发美元支撑的。为什么美国滥发美元，大家愿意接受它呢？因为大家相信美国的经济实力跟军事政治实力。换句话说，这些事情是相辅相成的。一旦台湾丢掉的话，那么大家看见是这种威胁。但是为什么说乌克兰丢给俄罗斯威胁不这么大呢？因为俄罗斯的国际野心大家不认为有中共这么大。大家先听懂了吗？虽然俄罗斯当年非常强，苏联当年非常强，但今天俄罗斯呢是一个中等强国，在经济上面跟在其他方面还是不能竞争的，虽然军事实力还不错。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俄罗斯做出的姿态，就是他看准了中共好像要打台湾，他还摆出一个要打乌克兰姿态，这样子让各国来求他，他把自己玩进了这个非常高明的战局。所以我那时候曾经讲过，我说中共要威逼台湾，俄罗斯去威逼乌克兰的时候，对美国来说形成了犄角之势，美国几乎是两面受敌。不但欧洲各国觉得两面受敌，美国觉得两面受敌。好，那么对美国来说怎么办？美国最佳战略就是一定要避免两线作战。所以刚才我已经把结论说出来了，美国避免两线作战结果就是美国要排列优先顺序，我要想清楚哪一边对我比较重要。我刚刚已把结论说了，美国最后想清楚，乌克兰丢掉之后我难看难受但不会死，但台湾丢掉之后我不但难看难受而且可能会死，所以台湾不能丢。好，那么既然台湾不能丢的话，那怎么办呢？美国又不能两线作战，美国又不愿陷入这个犄角之势，哦，这边面的俄罗斯，这边面的中共，那怎么办？美国势必考虑说，我是把一边缓一缓，所以美国最后决定，我把俄罗斯那边缓下来。虽然俄罗斯也很讨厌，对美国来说也很讨厌，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先和解俄罗斯。这件事情谁先开始做的？川普先开始做，大家记得吗？川普在最后的动作的时候，他就跟俄罗斯呢改善关系，也就看明白这道理。所以看明白这道理之后呢，就是川普曾经想清楚了避免两线作战，现在拜登不管怎么批评川普，他仍然看懂了这是合理的政策，合理的作为。所以拜登上台之后也去和解俄罗斯。好，那现在要讲了俄罗斯了。所以在这场三角当中，俄罗斯就变成了快乐的第三者。我再说一遍，快乐的第三者，因为他可以左右逢源，他可以左右摇摆，然后向两边去游说，要求两边给他好处，而两边很有可能都会给他好处。这俄罗斯今天的情况，所以我才说几个月前俄罗斯玩了非常漂亮的一招，这样争取到了非常大的战略空间。原来这个空间就存在的，俄罗斯只是把它扩大了一点点。好，那现在是俄罗斯第一点，我们来谈谈俄罗斯第二个计算。对俄罗斯来说，进入这美中俄三角关系当中，最好的情况是什么？美国跟中共不要爆发核子战争，你们互相缠斗，但最后消耗国力，两败俱伤，这样我就变老大了，对不对？这最佳情况。但这种事情不会一夜之间发生，所以对俄罗斯来说，目前他看到什么呢？美中不断缠斗，但缠斗到一定情况之后呢，恐怕难分胜负。好，那这对我来说，我就左右逢源，我两边喊价。所以俄罗斯也对中共喊价，然后也对这个美国喊价，就看哪边给我价码高，这是俄罗斯能够做的事情。台湾很多人呢希望变成这一个扮演这个角色，所以这一段时间来大家在谈，大家看到吗？这个台湾这个各种媒体节目上面都讲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在美国跟中共之间选边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摇摆啊？等等，不行。为什么不行？我等会儿说，大家记得这个话题。
所以这是我就讲了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在这个三角政治当中呢，这种美中俄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势。好，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谈谈，那么美国既然陷入了这种局面，那么他也害怕自己将来发生，然后是甚至恶化。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恶化不恶化，他现在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中共，因为中共现在的国力快速爬升，最重要就是他的战略姿态过高。虽然他没有那么强的国力，但他现在想积极破坏国际秩序，这件事情我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从我美国角度来说，如果我美国容忍中共破坏了这个国际秩序，而我不制裁他的话，那就出现我刚刚讲的，我美国所辛辛苦苦打造这个国际秩序就土崩瓦解，然后美国所打造的国际金融秩序土崩瓦解，美元地位土崩瓦解。大家不要忘记，当美元地位，不要说土崩瓦解，当美元地位滑落的时候，它回去对美国内部金融冲击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对美国来说，美国的金元的美元的地位跟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是两者是连在一起的。那顺带说一句话，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为什么这么在意，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第二，数位人民币可能会干什么，这两大问题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说。好，我们现在回到我讲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当美国面对这种情况，他想要摆脱或想要跳脱这种两这个犄角 相抵的这种局面，避免两线作战情况的话，一方面呢，他安抚了俄罗斯，和解了俄罗斯，另外怎么办呢？我要增强我的力量。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拉拢欧洲各国。我当时说他要拉拢欧洲各国，但什么拉法我还没想清楚，还没看到。那么前几个礼拜各位看见了，拜登亲自出马，在这个担任总统之后呢，进了白宫之后三个月之后呢，开始这个出访，出访的第一站就是欧洲。各位看到了，在六月中旬到下旬呢，13号到差不多快不到20号时间，他接连见了欧洲一系列国家，第一见了七大工业国、当然美国是其中之一了，见了另外六大工业国，就参加了 G7 的会议，第二见了 NATO， 见了北约组织的各大各领袖国家，第三见了欧盟的一些国家，第四见了普京。我们一项项来谈。各位回头去看一下新闻，大概在7月13、4号的时候呢，拜登亲自飞出去，飞出去了之后呢，跟这个六大工业国见面了，七大工业国呢开会了。本来是八大工业国，第八个是谁呢？俄罗斯。那为什么赶出去？为什么这次不邀请他呢？因为2014年俄罗斯去打了乌克兰东部，把克里米亚吃掉了，然后把乌克兰东部拿掉一小块，然后欧洲的国家非常生气，所以为了制裁他，把他赶出这个八大工业国去了。所以现在是七大工业国开会。那么七大工业国开会，大家看这个新闻就晓得，七大工业国理论上应该谈经济问题，谈贸易问题，谈金融问题，这些问题谈了没有？谈了，都谈了。但他们明确告诉大家说，我们七大工业国不但谈了经贸，谈了武汉肺炎，谈了这些贸易问题，我们还谈了什么？我们谈了中国问题，谈了中共。为什么这七大工业国要谈中共问题呢？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中共威胁到国际秩序了，中共不但威胁国际政治秩序，威胁国际经济秩序，也威胁国际金融秩序。他的很多作为呢，我们觉得很危险。他用不公平的方式去贸易，去竞争，然后把我们全部打趴在地上，所以我们受不了了。那我们大家想办法对付他。大家要注意啊，这是七大工业国从成立以来几十年来第一次把中共点名点在这里，说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下有趣了。所以一个原来是以经贸为主体的这么一个组织，在开会的时候把一个政治问题提出来，大家想到大家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大家看到在公报上面也明白讲出来了，中共在哪边哪边不可接受什么等等。那除了讲中共对于这个国际秩序威胁之外，还讲了什么呢？讲说你在新疆的人权问题我们不能接受，你对香港作为我们不能接受，你对台湾的作为我们不能接受，你对南海作为我们不能接受。大家不要忘记，这几件事情是在3月18号杨洁篪见到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所画出来的红线。
但大家也回也想起来了吧？当中共把这些地方都画成红线的时候，布林肯说这也是我的红线，也画上去了。这下有趣了，这些地方也是你的红线，也是我红线，那怎么办？很简单，在国际政治上看谁拳头大、胳膊粗，看谁军队强，就这么回事。讲起来很粗暴，但是国际政治就是这么回事了。所以你也画红线，我也画红线，就是看现在谁有力量去维持着红线。好，那你说美国跟中国画红线就算了，现在美国居然说服七大工业国说，你们大家都来跟我一起画着红线，大家都同意了，大家都跟着画红线了，大家发出公报上面就把它画出来了，这第一个事情。第二事情呢，就是北约组织，北约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成立，最早成立的就是美国跟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然后组成的，目的在干什么呢？在围堵苏联，在围堵苏联，因为苏联那时候已经成立了，然后苏联开始扩张，大家觉得很大的威胁，所以开始在围堵它。北约组织是一个军事组织，当时目的是在围堵苏联。那么时过境迁，到了今天之后呢，俄罗斯威胁呢虽然还在，但是没有过去那么大，北约呢并没有消失。那有趣的是，北约今天破天荒的讲说，中共对我们北约造成了安全及系统性的威胁跟系统性的挑战。我再提醒各位一下，北约原来是针对苏联来的，苏联瓦解了，现在剩下俄罗斯，俄罗斯是原来苏联的 70% 这么强大，现在北约呢一个眼睛盯着俄罗斯，但是用更多精神看到东方，看见这个远在这个亚洲的中共，说这个对我们形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北约我再提醒各位，是全世界最大的军事组织，这全世界最大军事组织在前两个礼拜才刚刚宣告说，中共对我们形成了系统性的挑战。这是美国在欧洲做的第二步，美国在欧洲做的第三步就是拉拢欧盟各国。那七大工业国也拉进来了，北约拉进来了，欧盟各国很简单，讲讲话大家就同意了。好，所以三个地方谈完之后呢，美国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定仓石。我们不是说美国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吗？这次拜登呢跟普京会面了，会面的气氛不特别好，但也不特别坏，也就是说双方的疙瘩还在。美国始终记得俄罗斯当年是苏联的时候，他怎么扩张，怎么侵略别人。美国也很记得前几年呢，我们大家眼睁睁看着你呢去打了乌克兰的那个克里米亚，然后呢把那黑海地方又拿下来了，我们还派过军舰去包围，然后也制裁什么等等，我都记得。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中共威胁更大，所以我要跟你改善关系，我要跟你和解。我前面讲了，我说俄罗斯很清楚这种游戏，他前面摆出姿态要打乌克兰，就是要等今天这个局。今天你来求我，那正好，我当然陪你玩，因为这局也是一半也是我设的。所以俄罗斯非常高兴的参加了这个局，跟这个拜登会面了。双方呢，大家看到哈，后来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在元首开完会之后，通常为了表示气氛和睦，这两国元首会共同开一个记者会，然后说我们谈了什么什么，我们的共同点哪里，那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没关系，我们将来慢慢谈，但现在重点是我们有一些共识。这次呢，大家注意到拜登跟普京没有开共同记者会，是分别开记者会，表示说双方的差异仍然相当大，但是虽然差异这么大，他们依然能够坐下来开会，事后没有撕破脸。大家就晓得说他们对中共未定是怎么看的，大家先看明白了。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部分，美国拉拢欧洲各国现在呢有相当的成效。我再说一次，第一，拉拢了七大工业国；第二，拉拢了北约；第三，拉拢了欧盟；第四呢，稳定了俄罗斯。所以美国的欧洲的布局呢大体不完了，那再来其他的部分，亚洲了。美国在亚洲的布局比较早，那为什么我讲的比较晚呢？因为这部分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们留到后面呢，我们来讲的详细一点。大家在脑袋里面打开亚洲地图，你看见最大那块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了，不用讲了。
中国大陆北边呢是蒙古，在北边呢是俄罗斯，然后东边呢有北韩有南韩，然后正东方几乎正东方呢有日本，然后东南方呢是台湾，然后再往下呢是菲律宾，然后再来是这个菲律宾，然后底下是印尼，再来是澳洲，然后再往西边点点呢是中南半岛，中南半岛上去呢就是阿富汗这地方，然后再上去呢就是这个吉尔吉斯啦，这些国家就当时从这个从苏联分出来的国家，然后再来呢就是那边就是俄罗斯了。所以他身边环绕了这么一圈国家，那美国在做什么事情呢？美国其实当年在跟苏联跟中共对抗的时候，他一方面包围苏联，一方面也包围中共，所以美国对苏联有个非常明显的包围圈。但是美国从1950年代韩战以后对中共一直有一个隐形的包围圈，美国在亚洲对中共的隐形包围圈，一个是南韩，一个是日本，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是台湾，当年有中美协防协定或叫台美协防协定，台美协防协定到1979年被那糊涂总统卡特搞掉了，所以台湾没有了。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台湾虽然明面上跟美国没有同盟关系，甚至没有邦交，但是在美国的心目当中，台湾一直是美国的隐形盟邦，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大家常常忽略这一点。所以我说既然我们是美国的隐形盟邦，我们就应该敢要，就要多要，就要去玩。譬如说当初跟菲律宾闹了广大星号渔船事件的时候，我说我们就应该狠狠的去 K 菲律宾一下。有人说啊，这菲律宾是美国的同盟国，我们不能欺负他，美国会干涉。我说就是因为他是美国同盟国我们才欺负他，我说我们也是美国的隐形盟国，何况菲律宾没有海军，我们在亚洲能欺负国家不太多，菲律宾是其中一个，我们就应该欺负他一下。欺负他之后呢，第一震了国威，第二呢停了渔民，然后第三呢让美国晓得台湾呢也有脾气，第四呢菲律宾要低头，这样的话台湾地位会升高一点点。但是我们政府呢不太愿意这样做，那细节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我在说什么呢？我在说就是美国在亚洲呢原来有一个隐形的包围圈，我刚还没数完呢，我刚是说台湾，然后南边什么呢？菲律宾，菲律宾是美国的同盟，然后再来是印尼，印尼跟美国关系呢一般，再下来什么呢？澳洲跟纽西兰是美国的盟邦，然后再往西呢是越南，美国跟越南是打过仗的。可各位现在看看美国跟越南什么关系？关系好得不得了，关系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美国跟越南发现说他们有共同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就是中共，所以当双方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共同敌人的时候，双方会捐弃前嫌，所以美国跟越南捐弃前嫌。好，那么美国除了跟越南捐弃前嫌之外，在中南半岛上他还有其他盟邦，一个呢是泰国，一个呢是新加坡，这都是坚强有力的盟友。美国原来跟巴基斯坦关系不错，但是因为宾拉登的关系呢，双方闹僵了。美国 跟宾拉登的问题跟巴基斯坦闹僵之后，美国跟印度关系改善了，印度比巴基斯坦强很多，所以对美国来说反而划算。好，现在美国跟印度合作了，然后美国跟旁边的国家，大家不要忘记美国在中国的北边有一个隐形的朋友，那国家叫做蒙古共和国，大家忘记这件事情了。美国在1980年代的时候曾经跟蒙古有过非常密切的来往，那时候理论上蒙古还是苏联的附庸，他已经有来往了。也就是美国当年在中共周边呢已经建立了一个隐形的包围圈，显性的部分呢就是南韩啦、日本啦、当年的台湾啦、菲律宾啦什么等等，但隐形的包围圈就是我刚刚点的这些国家都在里面。好，那为什么当时不明显呢？因为苏联的威胁比较大，所以当苏联威胁比较大的时候，对中共的包围圈呢就不明显。反过来说，当苏联威胁不大的时候，而中共威胁大的时候，对中共的包围圈就会明显了。这就是今天的局面。所以美国就把当年对于中共的隐形包围圈，现在拿来整理整理，慢慢拉成一个明显的而且有力的包围圈。第一个，美日澳印四国对话。美国跟日本原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那么日本是一个军事实力非常强的国家，而且军事潜力非常强的国家，所以美国跟他合作了很长时间。
那么美国跟他之间还有美日安保，我美日安保我等会来再说。所以美国跟日本，再来美国跟澳洲，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美国在几年前在澳洲开始驻军，美国驻多少军队呢？第一批是2500名的海军陆战队，驻在达尔文港啊。大家仔细看新闻就看到了，那一般人没有太留意。美军不但驻在那里，还经常在那边演习，跟澳军配合什么等等。所以这是第三个国家，澳洲。第四个国家是印度，刚才我已经简单说了。印度跟中共有很长的冲突，1962年打过边界战争，到现在为止双方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所以既然中共对大家威胁这么高，美国前几年就创设了美日澳印四国对话，现在这四国对话呢没有成为同盟，但对话的频率增高，对话的层级增高，对话的议题开始敏感，简单说对话的目标非常明确，就针对中共而来。现在我们看的就是美日澳印将来会不会把南韩拉进来，会不会把 纽西兰拉进来，会不会把这个越南拉进来，最后甚至会不会把台湾拉进去，这是美日澳印将来的可能空间啊，这是第一块。所以美国各位注意看呢，美国最近开着美日澳印会也开得非常积极，然后呢美日澳印不但在最高层级开了，现在开始往下沉了，开始走到国防部长这一层，走到国防部长这一层就是要具体安排我们的军事合作的项目，最简单就是演习，我们大家在演，现在已经开始演习了。我顺便插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大概2-3个礼拜前美日澳印在南海演习，由国家千里迢迢派一条战舰来亚洲参加，这个国家叫法国，法国参加了美日澳印的演习，然后这个法国又参加了跟日本附近的演习，法国的海军陆战队登上了日本的领土，跟日本海军队一起去演习，演习什么呢？巷战，巷战，什么叫巷战呢？就在街头打仗。大家觉得说这巷战是保卫日本吗？还是保卫谁？像据我们知道，这巷战的新闻一出来之后，真正吓得跳起来是中共，因为中共赫然发现说这巷战可能是针对我来的，他们不一定攻上大陆，但他们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去打台湾的话，我们有可能登陆台湾去跟你打巷战，中共是这么理解的啊。我先说是美日澳印啊，那顺便说一下，法国的这个军舰来了，再过几个礼拜呢，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的航空母舰要来到这里，然后8月份呢，这个德国的战舰会来到这里，英法德的战舰都来到亚洲了。大家不要忘记，澳洲的这个战舰也上来过啊，纽西兰战舰可能过阵要来，加拿大战舰也来了，然后都来干什么？第一，说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第二，没有讲明维护台海周边的安全。事实上，有些国家已经讲了，这次英国的首相 Johnson 已经讲了，他说我们派伊丽莎白号二世号来到这个亚洲地区，一是针对中共在南海的行为，第二我针对台海局势，就讲明了。虽然他不经过台湾海峡，但他把这事情讲明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对台海的问题是非常关心的。我再说一次，如果台湾真的被中共吃掉的话，这些国家在亚洲的贸易跟航道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没有人敢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大家做的就是阻挠这件事情的发生。好，这第一件事，美日澳印。第二件事情就是美日安保，这事情呢，我得稍微多花2分钟解释一下。美日安保在1950年代开始签订的时候，最早是要做什么呢？是要隐形包围中共的，但是不能明讲。那当时怎么说呢？就是美国要保障日本的安全，所以美日安保呢，最早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日本受到外来威胁的时候，美国要出兵保护它。美国不但这个出这个传统的部队，美国甚至提供核子伞保护它，保护日本，这是最早版本的美日安保。等到了70年代，日本的国力慢慢恢复之后，日本的角色在美日安保里面就有了变动。第一个变动就是，日本呢重建自卫队，但不能重建军队，然后也不能派军队出国，但是呢，
当日本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候，日本得全力抵抗，等待美军的救援。这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到了80年代又修改了。当亚洲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美国要去驰援，然后日本要去支援美国。请各位注意啊，当亚洲发生事情，美国要去应付的时候，日本要支援他。日本的角色已经变成说，我帮助美国在亚洲稳定秩序。那后来更进步了，他讲说，当日本周边有事的时候，日本要出手去解决问题。什么叫周边？这件事情在日本闹过很多很多次。周边呢，从汉文的角度来说，或从中文的角度来说，就是指日本四岛的周边，这是大家一般的理解。所以在90年代以后呢，日本国会里面不断有辩论，每次有新的内阁出来的时候，这些反对党的议员就问这个执政党，通常是自民党了，就说那什么叫周边，你解释一下。所以自民党很辛苦去解释周边啊，周边就是北边在这个北海道以南，南边在冲绳以北，这叫周边什么的啊。但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到底包不包括台湾？理论上是不能包括台湾的，因为日本不能说把我的这个手伸到台湾那边去，所以日本都不这样讲。那后来呢，当美国要求，因为日本的经济慢慢这个起飞了嘛，日本国力恢复了，然后军事力量也慢慢这个扎实起来了，美国就希望说我少分点力气，少出点力气，让日本多分担一点点。所以日本不但出钱出力提供我军，提供我基地，然后养活我军队之外，我还希望说必要的时候你能出手帮忙做点事情。这就是周边的由来。好了，那么现在在谈周边的时候，大家说那包不包括台湾呢？我刚说理论上不包括台湾，但请各位注意啊，大家回去查一下资料晓得，在过去三四十年当中，每一次出现新内阁的时候，几乎都有人问到这问题。然后通常呢，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日本防卫，当年是防卫厅，现在是防卫省了，防卫厅的一个次官出来讲说，应该包含这个台湾在内。然后大家说啊，你讲错话了，你讲错话。他说好，那我下台啊，没有要求切腹啊，但要求下台就下台了。所以各位回去查一下，过去历年来呢，每次新的内阁上来的时候，通常就会有一个这么一个次官。这次官大概他的这个政治生命呢，通常不到一个月，他的功能就是说这句话，就把这句话说出来，告诉他说我包含台湾在内，但我说错话的时候我必须下台负责。他说完了。请各位回想一下，日本现在的这防卫省的副官叫中山泰秀，然后现在防卫省的长官防卫相呢叫做岸信夫，他们最近在说什么？他们说我们要保卫台湾。在过去呢，不要切腹，但至少下台。现在他堂而皇之讲出来，没有人挑战他，所以他们在说明什么？说得很清楚，就是日本对台湾的安全有承诺。那日本单独敢讲这话吗？当然不是，美国让他讲的，或者日本跟美国商量完之后说，我来说这个话。我再说一次，过去有不少于十个日本防卫厅的副官因为讲这句话而下台，现在这个防卫厅的防卫省的副官跟防卫相公然讲的话，没人挑战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一，日本对中共的态度改变了；第二，日本在美日安保里面地位提升了；第三，美国有意提升日本在美日安保当中的角色。为什么？因为我要积极应付中共的挑战。所以大家先慢慢把这图拼起来了。我再说一次，美国在亚洲拉拢其他盟邦，第一拉拢美日奥运，第二拉拢美日安保，第三拉拢南韩。在这些当中呢，被拉的最不痛快的就是南韩，就是文在寅。所以我们看看文在寅大概这两年的选举会怎么样。那我相信美国可能比较希望换个人，但是我现在不敢打包票。所以第四部分呢，我们大家简单说到这里。简单说就是美国还拉拢了其他盟邦。好，第五个部分。好，那现在看起来呢，所有人都对着我中共来，那我中共怎么办？我中共怎么回应？简单说呢，中共的回应呢大概分四个方面。第一呢，对俄罗斯怎么做？第二，对欧洲各国怎么做？第三，对美国怎么做？第四，对台湾怎么做？我分四块来谈。好，第一块，对俄罗斯。中共现在面对美国跟俄罗斯的改善关系，
美俄的和解冲他来的，所以他能怎么办呢？他就想想看说，我是不是能够拉拢俄罗斯，毕竟我跟俄罗斯过去关系一直很不错，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我对他做一些让步，所以我再拉拢他应该相对比较容易。所以中共努力去拉拢俄罗斯，请各位注意看，就在这几个礼拜，中共不断的出来讲说，我跟俄罗斯有非常紧密的战略关系，或战略伙伴协作关系，或战略协作关系。普京也出来说了，普京说，现在中俄两国关系是空前的好，空前的好，讲好，俄罗斯在什么讲，我等会再说。好，说完这话之后呢，但是有没有什么具体动作？没有什么具体动作。双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些军事演习？没有。双方有没有什么具体更多的军事配合？没有。俄罗斯有没有做什么承诺？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在跟中共讲完话之后，他回头要跟美国要去要东西。简单说，以俄罗斯的角度，我们刚前面说过，我们现在反过头再说一次。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目前最佳的情况就是美国跟中共要么就打个你死我活，要么就现在你们卡在那里，当你们卡在那里都不太能动弹的时候，这情况对我最有利，因为你们两边都要来求我。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我有个最大的左右摇摆的空间。既然我可以左右摇摆的话，我为什么倒向一边？倒向一边是最笨的选择。我可以摇摆，我当然摇摆，我没得摇摆，我再考虑倒向一边，倒向哪一边的时候，我再决定说倒向右边比较好处比较大，我倒右边，倒向左边利益比较大，我倒向左边。现在对俄罗斯来说，我倒哪一边都没有必要，我在中间左摇右摆，我的这个好处最大。所以如果各位想清楚这局面的话，大家就晓得说俄罗斯绝对不会坚强的跟中共站在一起，因为对他来说没有好处。反过来说，俄罗斯也不会坚强的跟美国站在一起，因为对他也没有好处。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左摇右摆。所以很多人说现在中俄合作对抗美国，我说那是看不清楚才这么说。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就俄罗斯的糊涂。但俄罗斯呢，一般来说不会这么糊涂的。好，这是现在的局面。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如果我们再回来这张图，美中俄的对抗持续下去，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中共落败或中共大幅削弱，大家认为俄罗斯会怎么办？俄罗斯会站起来挺中共吗？还是俄罗斯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大家不要忘记，从满清末年开始，第一次英法联军打中国的时候，俄罗斯呢就是两边吃，他是两边吃。他先跑去满清那边讲说，我跟英法有交情，让我来跟英法说一说，请他们退兵。那你给我点好处，你把什么地方拿一块地割给我，把什么贸易的好处给我，这样子我就帮你去讲英法。满清认识俄罗斯，所以满清就拒绝了。满清说我不跟你合作。俄罗斯一看满清拒绝之后，就跑去找英法说，我跟你们讲，从哪边进兵比较快，打得比较好，比较顺利。两边做人，俄罗斯外交呢，在我们看起来非常坏，但从国际关系来说非常高明，它是高明到坏的地步。好，我在说什么呢？我要说就是，当美国跟中共对抗的时候，你觉得俄罗斯会认真帮中共吗？不会。你觉得俄罗斯会认真帮美国吗？也不会。俄罗斯在干什么？挑起两边的争斗，让两边打得半死不活，然后我来捞到最大好处。但在这过程当中，我左倒右倒。对俄罗斯来说，他很难侵略到美国，但对俄罗斯来说，他可以侵略到中国。为什么？领土相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中俄合作去对抗美国，我说那是没看清楚，看清楚了，俄罗斯不会这样做的。俄罗斯的外交几百年来非常厉害，他通常用最小最小的力量得到最大最大的好处。对，俄罗斯侵略中国侵略很惨，拿掉了大概160万平方公里土地。我请问各位，给我回想一下，你们在历史上都读过，俄罗斯哪一次派出百万大军打中国，然后占领土地？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或者新疆的北边，
或者外蒙古哪一块地方俄罗斯出大军打过？没有。他都在你被人家欺负打得最惨的时候，他跑来落井下石，用几万名士兵在那边叫叫喊喊，放个火，然后开两枪什么等等就好了。他没有真正出大军过，这就是厉害。我们虽然很讨厌俄罗斯阴险狡猾卑鄙，但从帝国主义来说他非常高明。为什么？他用最小的力量得到最大的成果。所以我在说什么呢？不要以为俄罗斯会跟中共同盟，俄罗斯一定是挑起中美之争然后从中渔利，现在一定是左摇右摆。所以我再把最后结论说出来，我的意思就是当美中对抗到一定程度，中共落败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俄罗斯在背后下刀子的。这个道理呢，不是只有我看到，大陆有些学者也看到了，因为最近他们也把文章写出来了。所以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理论摆在这儿，那么会不会用呢？存乎一心了啊。这第一个部分，就中共会去拉拢俄罗斯。我不是说俄罗斯会拒绝中共，不这意思。我是说俄罗斯会在中共跟美国这边玩来玩去，玩来玩去。所以中共拉拢他的时候，给的利益够好，他就会倒向中共那边；给的利益不够好的时候，他会倒向美国那边。我讲是这个意思啊。这第一块。第二块，那中共若要强化自己，要削弱美方的话，他就要去分化欧洲各国。分化欧洲各国呢，第一，他原来的一带一路有一部分可以用；第二，他的疫苗外交有一部分可以用；第三呢，他的华为 5G 一部分可以用；第四，他的欧洲各国的贸易有一部分可以用。换句话说，他用这四样东西打进欧洲各国去，希望分化欧洲各国。那各位现在也看到了，美国经过这么长时间努力去拉拢欧洲各国，有一些成效，但是呢，依然有一些不确定性。现在有三个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是意大利。原来意大利呢是中共一带一路推到欧洲去的一个桥头堡，意大利跟中共关系最好，然后各方面呢都配合中共。意大利最近想清楚了，要全面检讨跟中共的一带一路之间这个关系。我们过去这个合约定的好不好，是不是有不公平的地方，我们是要检讨，甚至废约或者赔偿或干什么。所以意大利先退出来了。第二个是德国。德国的这个经济呢靠中国大陆非常深，德国有两样东西呢卖到中国大陆去，卖的比例非常高。第一个呢是重机械，第二个呢是汽车。德国的几大汽车厂呢全部在大陆投资，然后占德国的外贸总营收的比例非常高。各位查一下数字就知道了，所以各位就明白为什么德国总理梅克尔在很多地方呢一直倾向中共，跟美国之间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第一个经济利益。第二就是梅克尔是德东出来的，他是共产主义背景的，他在共产主义底下生活了大半辈子，后来两德统一之后呢，他从物理学教授呢跑进了政坛，然后就摇身一变了变成了总理。虽然本身是带有社会主义情怀的，不好意思，德国过一段时间要选举，现在新出来这个同盟看起来是不赞成梅克尔的政策的，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放话了，如果我们当选，我们会修改梅克尔的对华政策。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改过来，因为德国毕竟有这么多的产业靠中国大陆，所以这些即便新的这政党上来会修改梅克尔的政策，我们也不可能希望他说一气变天，但是呢，相当程度的修正我们是可以期待的。这第二个国家。第三个国家比较麻烦，叫匈牙利。各位先看到了最近很多事情呢，匈牙利都站在中共那边，然后美国要去压中共的时候，匈牙利站出来帮他讲话，所以这个是美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趣的是，匈牙利当年是苏联的这个卫星国，然后也是最早呢离开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之一，现在因为经济考虑呢倒向中共。那现在大概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欧盟有没有办法提供，欧盟或美国有没有办法提供更强而有力的经济诱因把匈牙利拉回来。匈牙利现在看中共呢并不是他的意识形态，而是他的这个经济利益。那反过来说，中共对于意大利、对德国、对匈牙利跟其他欧洲国家原来有这些杠杆的，现在杠杆呢逐步开始削弱或逐步开始退化，那么也就是到今年年底前呢，我们会看到比较大的变化。这是中共呢对欧洲会做第一件事情。中共对欧洲会做第二件事情呢，就分化北约，这个比较难。
因为前面的那些国家呢，他们是个别的，即便是欧盟啊或欧洲共同市场啊什么等等呢，他们是个别国家。北约组织是跟欧盟不太一样，欧盟是欧洲国家为主导的政治组织，北约是美国为主导的军事组织。所以你要这个分割欧盟相对容易，分割北约你等于分割美国，这地方比较难。中共会尝试，但是我们估计这个成功率会比较低，但我们将来可以看到这方面努力。这中共在欧洲做的第二块，中共要准备做第三块呢，就直接针对美国。我们先讲一个原则，大家看到中共跟美国之间关系呢，都以为中共希望说马上把美国扳倒。中共或许有过这种幻想，但他仔细想想，他晓得说恐怕短期之内很难扳倒。我们现在只能期望两件事情：第一，美国的疫情突然大爆发，然后经济各方面大幅衰弱；第二，美国内部的左右到大战或左右斗争呢突然激烈化，然后给我们很大的见缝插针的空间，否则是很难的。所以如果美国的情况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大体维持相当不变的程度的话，中共对美国呢就必须做出一定程度让步。换句话说，中共对美国不能撕破脸。所以中共对美国的斗争逻辑，一句话讲完，叫斗而不破。我再说一遍，斗而不破，也就不撕破脸。那既然斗而不破，那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步，最好能够恢复贸易，恢复正常贸易。你不要再打这么重的税，然后有的地方把我取消，然后限额把它改变什么等等。我们两边都受到武汉肺炎疫情打压，他们叫新冠肺炎，我们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击很凶，我的经济受到伤害很大，你的经济伤害很大，不如这样子吧，咱们捐弃前嫌，好好做生意，共同把经济都拉下，你看这样好不好啊？这是他们现在会讲的话。所以第一，恢复贸易；第二，恢复交流。我们过去的实验室有很多交流，军队很多交流，文化很多交流。那在川普那个家伙的晚期呢，把很多交流破坏了。那现在你拜登上来呢，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这第二想法。第三呢，你把我们那个休斯顿领事馆给拔了，我也把你成都领事馆拔了，这个到底不太好看。咱们是不是可以恢复啊？恢复正常？简单说，中共希望跟美国呢再次关系正常化。所以斗而不破呢，只是一个底线。他希望说往前进，也就是说恢复经贸关系、恢复交流、恢复领事馆、恢复外交关系呢，对我们双方面子上跟各方面都有好处。因为一旦你美国对我关系改善的时候，世界各国呢会望风披靡，跟着跟我中共改善关系的。我中共毕竟不想完全得罪美国，在我实力不够的时候。好，这第二步。第三步，但中共通常是留底牌的。底牌是什么呢？万一最后要打仗怎么办？所以咱们还得有点准备，就军事上我得有所准备。那军事上怎么准备呢？一方面我积极建军，海军我不断造舰，航母我造出来，然后太空计划什么飞弹啊、导弹什么我都做出来了。然后呢，我时不时要表演一下，告诉他说我军事实力其实相当雄厚。对，他是讲了，但各位注意到没有？美国立刻打脸。你的航空母舰出来，对不对？我跟歼，我根本不用航空母舰跟你航空母舰，我用战斗舰跟你的舰就行了。我不但跟进去，我还插队插在你们中间，然后我翘脚看你，我就是摆明，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比你强，怎么样？我就比你强。美国那个马斯廷号，坦白说，一对一来说，辽宁号恐怕不是他对手，不是马斯廷号对手。马斯廷号是非常厉害的船，所以那个船长才那么嚣张。那船长嚣张了，而美国海军部会把那照片发出来，恐怕不是船长自己的意思，是美国海军部说，我就是要发这讯号告诉你说，你其实不是我对手。中共晓得，所以请各位注意看，中共的航空母舰出来之后，美国航空母舰跟下来，中国航空母舰通常会回去，中国航空母舰不会待在美国航空母舰附近。各位注意到没有？所以通常会回港。那么也就是说，我在军上打美国是打不过的，但是呢，我必须要秀肌肉。秀肌肉不是为了打仗，秀肌肉是告诉你说，其实我并不怕你。但这个讯号不是针对美国来，是要摆姿态给国内跟国外民众看，大家说，哦，我中共还是有骨气的，我对美国呢，我并不害怕。虽然我心里害怕，但我不能做这个姿态。
一旦大家知道我心里真正害怕的时候，我就崩溃了。这是军事部分。第四个部分，中国对美国打的就是网络战争，这我就不详细发挥了。第五是文宣战。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个消息，最新出的 Time 杂志，他们现在承认了中共出钱的，最新的这一期，连这么老牌的 Time 杂志，这么有名的老牌杂志，它的财政上没办法维持，被中共钻了空子，我出钱让你出份 Time 杂志。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对美国的文宣做到什么地步，而美国很多纸媒呢都撑不下去，要拿中共的钱养活自己，所以中共这下有了机会在美国里面进行文宣。那么这文宣是做什么呢？第一，讲中共有多好多好；第二，不是直接讲说对比中共美国有多么不好，而是挑出跟扩大美国内部的矛盾。美国内部矛盾是什么？左右大战、上下大战跟黑白大战，那可以化约为左右大战。简单说呢，就是代表右派的共和党跟代表左派的民主党，双方呢水火不容。中共做的事情就是见缝插针，摇摇把那缝隙加大，然后让你们打得更凶，然后不断的煽风点火，不断煽风点火，必要的时候我提供金钱，提供各种援助给左派媒体，甚至提供理论。各位注意看的 critical 这个 race theory 或等等这些什么批判性的什么种族理论等等，就是现在我们在美国境内看到左右大战的最具体的案例。所以有些从大陆出来人到了移民到美国之后，一看说哟，美国闹的就是我们当年那套，我们当年搞文革，美国今天在社会里面搞文革。而美国的文革一方面有自己的土壤跟气候，二方面有中共的这个煽动。所以换句话说，我很快说一下中共现在对美国呢有六大招数。第一，斗而不破；第二，希望说恢复贸易，恢复交流；第三，军事上呢我做出准备；第四，网络战争呢我在秘密开打；第五，文宣战呢我绝不停手；第六呢，我插手左右大战。好，那现在中共最后要对付台湾了。中国对付台湾呢分成几个方面。第一，军事上持续施压。所以四月中旬美日发表宣言之后呢，中共飞机呢有大概七八天八九天呢没有飞到台湾这边来。日本一个媒体就很高兴说，你看这个我们的宣言签了有效，中共飞机不飞出来了。我说你不要讲得太早，他迟早要出来的，等到飞出来那天你怎么说呢？啊，现在飞出来了，而且一飞飞二十几架。换句话说，这东西飞不飞呢，这主动权在他手上，他不会因为你美日宣言讲一下话之后他就下得不出来了。他如果因为美日宣言讲一下话他下得不出来的话，他内部会倒台的。他当然怎么样 姿态要做足。所以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就是没事做，中共对台湾军事上会持续施压，这第一点。第二点，在经济上面会又拉又打，他两个力量同出。一方面就是他不断的打击你啊，停止这个大陆团来台湾啦，啊，停止什么样的贸易啦，停止什么的联系啦，和停止什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提供很强的经济诱因，让台商、让台湾的力量、台湾钱呢到大陆去。所以他两个力量同时来，所以一方面掏空台湾，二方面又把台湾吸走，三方面呢又削弱台湾。所以这是他们所谓的穷台政策的第二部分，经济上。第三，文宣上呢会加大力度，加大压力。各位看到现在很多台呢在帮他们讲话，然后很多这些名嘴呢自觉不自觉的在帮中共宣传，这些呢都没有想清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帮中共宣传，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严厉批评美国破坏美台关系，是客观上帮了中共做了宣传的工作。中共要的也就是这种效果，你能直接帮我说最好，不能直接帮我说间接帮我说都可以。所以他只要挑起台湾内部有人对美国不满之心就行了。更何况美国对台湾有时候并不完全公平，而台湾对美国有时候呢不太晓得怎么去谈判，这些都给了一些人操作的空间。好，这是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就是网络部分。中共对台湾的网络攻击从来没有停过，中共对台湾的假讯息攻击从来没有少过，认知作战从来没有少过，而这些呢透过网络来，这第四个部分。第五个部分呢就内部渗透。渗透什么呢？渗透政党，渗透政治人物，渗透军队，渗透传播媒体，渗透大企业，各位都很清楚了。他渗透一些社团，大家不要忘记他还会渗透黑社会。现在我们晓得渗透一些学校了，那在南部一些公庙呢被他渗透了。
所以有些公庙呢已经帮中共在讲话。南部有些地下电台，各位留意到没有？这两年呢开始放中国大陆的音乐，这就很可怕了。也就是说，当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已经进到无远弗届的地步的时候，你说别的国家不帮台湾担心吗？当然会。好，那现在我们该做结论了，我们台湾怎么办？台湾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你真得看懂这个国际局势。台湾很多人谈台湾问题或谈两岸问题呢，谈得比较窄，谈得比较浅，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两岸局势或对国际局势没有看得很清楚。我们先回到刚才我放下没有谈的问题，就是台湾可不可以在美中对抗当中做一个快乐的第三人，像俄国一样？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台湾不够强大。如果当年呢，我们这个国民党打败之后，不是退到台湾，是坚守长江以南的话，那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实力够大，够强大，甚至你东南五省都说不定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台湾这一点点现在实力不够，所以台湾现在没办法做快乐第三人。如果台湾在美中对抗当中没有办法像俄罗斯一样做快乐第三人的话，那台湾就必须在美中对抗当中做出一个战略选择。这是我讲过多次的话，我心里还要再说，因为这两天我看到很多人还在鼓吹说台湾不要选不要选，台湾不能选，这是糊涂。台湾过去不选是因为美国选了中共，美国跟中共站在一起，所以我们选了美国也就选了中共，所以我们没有选择的困难。事实上台湾有没有选？有。美国跟苏联对抗的时候我们选的是美国呀，我们没有去选苏联啊。美国跟中共对抗的时候我们选的是美国，我们没有去选中共啊。但是后来美国跟中共合作对抗苏联的时候我们选了美国，我们还是选了美国嘛。所以说来说去，我们不是选美国，我们选什么？我们选价值观。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我们支持选美，之所以会去选美国，因为美国跟我们价值观相同，所以我们选了美国。但是选了美国之后并不代表说你什么事情都得低头，都得低声下气，你是可以提要求的。以色列也选美国，但以色列经常对美国提要求，逼得美国同意以色列，台湾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我常讲，我说这是伐交，上兵伐谋，中兵伐交，这就是伐交。很多人说啊，我们不要这一面倒的亲美，我们不是一面倒的亲美，我已经不厌其烦的在讲了。我们是要看懂，今天美国在对抗我们最大敌人，对抗中共，我们就应该选美国，我们应该好好善用美国，让美国帮我们去对抗中共，这是台湾应该做的事情。老蒋总统当年就做这个事儿，被美国看懂，美国吓坏了，因为老蒋总统差点挑起美国跟中共大战，也就是让美国帮我们反攻大陆，老蒋差点做这个事情，美国还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做了。我们今天当然不一定要做到这一步，但至少美国想去解决中共的时候，我们得帮助美国，因为这是帮助我们自己。我再说一次，我们跟美国要合作，但要提要求啊，提什么我就不好公开说了。第一点，对日本呢合作，日本现在对我们很友善，我们可以合作，但同样的可以提要求，因为我们现在说白了，我们可以提过多的要求，他们一不小心会过多的答应我们，因为人都会失算。但台湾作为喊价的一方呢，不应该失算，他们应该多喊，喊才有，不喊是绝对没有的啊！不管猪牛羊或者疫苗都是一样的意思，甚至武器也好。好，这是美国、日本，对澳洲、对印度，现在他们都开始反中共了，我们应该加大力度交流合作，我们的空间非常大。对欧洲各国呢，我们得选清楚，有些国家我们有空间跟他们交流，加大力度交流合作。好，最后对中共，台湾的人不管你是蓝绿白，都得看清楚，都得想清楚，中共是对台湾最大的威胁。现在中共对全世界形成威胁，台湾现在是得道多助的时候，现在大家都来对围堵中共、对抗中共，台湾这是最好的日子。台湾要看不懂这点的话，你就不会玩国际政治，就等了最后被人家消灭。所以台湾看懂这件事情之后，在政治上跟中共要确对绝对的明确切割，经济上如果可能的话要逐步脱钩。现在很多商家都要离开大陆，我不是说台湾商家，我说世界各国商家都离开大陆，台湾在经济上如果可能要开始出来。最后战略上，台湾对大陆的战略要考虑如何进去，这话呢我就不能公开说了。所以今天花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时间，我谈了六个大的问题，我们快重述一次。第一，
我谈了三角政治是什么。第二，我用三角政治解释了当前的美中俄的关系。第三，我谈了美国怎么拉拢欧洲各国。第四，我谈美国怎么拉拢盟邦。第五，我谈了中共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第六，我谈了我们台湾在美中俄三角当中我们能做什么事情。但能做什么事情，首先就是你得看懂这个局，看懂这局之后呢，才能在战略上定位自己，才能做出最佳的选择。那现在这个我相信主办单位开始担心了，因为现在剩下大概不到十分钟时间，我是先停在这里，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指教，我们一一来回应各位。我是不是先暂停到这里？好，谢谢明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解析，我们就抓紧时间了。是，请。这个在我们民众集合系统里面呢，有这个我们的学员想要问老师哦，美中对抗的大架构已经成型了，那台湾势必就如您所说，要站在自由世界的这一方。但是呢，其实现在台湾跟大陆彼此的一个经济贸易是彼此依赖越来越深。那他认为说，目前两岸已经很难硬切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台湾应该如何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才能在未来局势里面获得最大利益，然后将损失控制在最小。一个个答吗？啊，第一，这位朋友问说，台湾跟大陆经贸关系越来越深，恐怕不是，恐怕不是。台湾跟大陆的经贸关系很深，但是不是越来越深。从2010年，我们就看着这趋势，我们说大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成本开始垫高，经济效益会下滑，所以从2010年我们就开始预测，我们说。国际的大厂商会逐步撤出大陆，因为在那边投资慢慢不划算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标志就叫腾笼换鸟，对不对？广东的汪洋腾笼换鸟，为什么？你们这些商家在这里呢，赚容易钱，然后污染了我们的环境，我们经济没办法升级，这样不划算。所以我把你们赶走，然后把另外更高阶的这些企业拉进来，让我们经济能升级。当时被清除的一部分就是台商。然后台商去哪里？台商去了别的地方，更好更便宜的地方。换句话说，台商这批台商没有想到升级，他们不断在追逐我能够寻找最便宜的最低成本的生产基地，这是一种策略。但更好策略就是升级。所以不管是什么策略，当时我们就说，不但国际厂商会离开大陆，台商也会慢慢离开大陆，这是我们在2010年开始讲的话。当然那段时间我们看到进出都很多，双向都有。然后到了这个2017年，川普上台到了大概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平衡贸易逆差，所以2017年底我们就看出来，我们说川普可能要对中共打贸易战。所以2018年1月1号我们讲说美中贸易战可能会爆发，我们白纸黑字写出来，没有人相信。6月15号，贸易战爆发。贸易战爆发之后，我说，因为贸易战爆发，中共最后一定打不动，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调集资源来打贸易战。调集资源有几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从内部去搜刮，第二从外部骗进来。那内部搜刮我们就不说了，内部从外部骗进来，最好骗是哪里呢？看来看去，恐怕是台湾。所以我说，中共会从台湾骗资源过去，要打贸易战。怎么骗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对台31条出来之后，我就跑去跟政府讲，我说啊，他们在骗钱嘛，骗厂商啊，骗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风杀住，不要让大家不要过去啊什么的。然后我加了一句话，我说，第一呢，你现在过去呢可能会剥两次皮。当时有台商问我说，为什么剥两次皮呢？我说，第一次是现在跳进去，它就是钱坑就被剥一次皮。第二，如果你的产业别不对，你一跳进去之后刚好是被川普打的产业别，你会被剥第二次皮。后来台上跟我说，被你讲对了，我被剥了两次皮。有些人幸运只剥一次皮，有些人幸运连一次皮都没剥到还赚钱，但那是少数。所以我在说什么呢？大陆的经贸条件会越来越差，但它开给台湾的条件会越来越好，但这代表那边的风险会越来越大。所以我在说的是，台湾跟大陆经贸关系不是越来越密切，而是慢慢在拉开。也就是当台湾大陆的这个经贸关系在拉开的时候，当时我预测会有很多台商会把钱带回台湾来，台湾会出现第二个荣景。后来这个预测被谢金河从经贸跟金融角度上加强了，
他不断讲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从政治跟经济两个角度同样看见一件事情。对，所以我刚刚在说台湾跟大陆经贸关系是在逐步拉开，那么我回应刚刚的朋友的问题，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尽早离开。其实这事情我在几年前就跟很多台商讲过，我说现在走还来得及，将来我就没有把握了，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把握了，现在我能这样劝你吧，钱可以再赚啊，命只有一条，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选命。当然有人说富贵险中求，那您就自求多福了。谢谢明老师。那我们再来回应 YT 频道的 Waterman， 他问到这个明教授，对于习近平主政哦，他的决策机制过去是集体领导，目前是倾向于这个集权的领导，您看未来他的一个领导风格或者领导的模式，中共会有没有一些改变？短期间之内大概不太容易改变，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迹象哈。对，这个这位先生问的是先生吧，问的大家算是很准确。对，过去是集体领导，邓小平则打造一个集体领导的机制，但是习近平呢就有意要打造成一个一人决策，现在大概是这么个局面。一人决策的有好处有坏处，如果你非常英明，然后条件都一切都很顺利的话，那非常好，但如果说你不够英明，然后条件不顺利的话，你可能会错得一塌糊涂。当初毛泽东就犯过极为重大的错误，第一个重大错误是打韩战，跟世界第一强国成为对手，然后被世界第一强国包围跟封锁，然后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然后同时呢也失去了发展中国经济机会。第二个错误就是走了苏联的经济发展的道路。第三个错误就是最后呢又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了把权力夺回来。所以如果说中央我还没数着人民公社跟大跃进，所以如果说你非常英明的话那都没有问题，如果你不太英明的话，那这种决策方式是有危险的。那我引用别人的话来说他英明不英明，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一个人，那人叫陈平，尔东陈，平常的平，这人是香港阳光卫视集团的主席，或叫什么总理总经理什么之类头衔我忘记，反正就是最高负责人。他原来应该是赵紫阳时代的那个改革的经济的智囊，那后来赵紫阳那边解体之后呢上海经商，然后现在这个颇有成就，在香港就待了一段时间。去年吧他在微信上转了一篇文章，他说是早上醒来之后微信手机上看到觉得很好，然后转发出去了。这篇文章呢其实文字不长，大家可以 上网可以找得到，现在还找得到。他这篇文章不是他说，不是他写的，但是他转出来的这篇文章呢，从外交上、从政治上、从经济上跟从对港澳台四大方面检讨习近平的政策。简单说 这篇文章从经济、从外交、从政治、从港澳台全盘否定习近平的政策。而习近平的政策呢，检讨习近平呢等于检讨四人帮，打倒习近平呢等于第二次改革。必须这样讲哈，这个人的想法呢不是唯一的想法，这人想法是这个人想法代表了大陆上头脑比较清楚的改革派或开明派的集体的想法。这个最近现在还有一些风声露出来，今天时间不太够了，我先不说了吧，大家回去找找陈平的东西就很清楚。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现在这个决策机制呢不是很好的机制，到目前为止呢他把自己玩进了国际的战略孤立当中，他战狼外交基本上全面失败的。刚才我们讲的所有东西呢针对着中共来，甚至很多人觉得说是针对习近平而来，所以这种决策呢恐怕会给中共带来很大的麻烦。是，谢谢明老师。那明老师，我们再把握机会问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我们由三个网友的题目直接结合在一起，都是跟俄罗斯有关，是我们 YT 频道上面的余俊良先生还有 WD 所提问的。他们想请问老师，台湾是否可以经营这个俄国的势力，未来有可能在美中俄之间来做摇摆。另外呢有一个 WD 网友他提到说，这个俄罗斯的国家财富基金打算将这个之前宣布将美元的资产要归零，要求这个国营企业斩断美元，仿佛是要
反制这个美国的制裁的可能。那这是对他来说，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或对整个格局哦，世界的格局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网友提问说，这个中俄双方虽然说彼此关系是最好的时期，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哦。然而双方确实有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要延长。那这三个问题加总起来呢，来请明老师回应。这样好，那个台湾发展跟俄乌关系可以，但是我有点担心啊。俄国的外交200年来非常非常厉害，台湾人大概没有那么厉害，所以玩起来要小心一点点。台湾玩美国还可以啊，台湾玩别的国家还可以，玩俄国呢要小心点。但不是不可以玩，因为俄国现在对台湾的位置呢跟这个战略空间呢是很有兴趣的，不是基于台湾的任何港口什么，不是这一次，而是说在美中俄的这个局势下面，台湾是一个砝码，台湾移到哪边去呢都有帮助。台湾不可能倒向俄国那边去，俄国看得很清楚，台湾一定会倒向美国，俄国也知道。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跟俄国拿点东西，有的时候拿得到。大家不要忘记，俄国的医药科学发达，第二呢，俄国的太空科技发达，第三，俄国的军事科技非常发达，有的东西是可以卖的。我们不一定会买到最尖端的东西，我们买到一些关键的样品，把它拆开来看一看，对于理解中共的军备呢都有很大的好处。光是这个呢，这件事情就值得做。所以在三中之间摇，在这三大之间摇摆，我看不太容易。但是跟俄国开展某种程度关系，我觉得第一可能，第二应该做。第二，美元归零的部分，这不是我的专长，这我就不回答了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中俄关系呢，睦邻友好这个条约呢，第一，这个是原来签订多年的，它只是到时间是续延，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涵。这边呢，现在有个题目我们可以先谈，将来可能大家会陆续开始谈。因为睦邻友好条约呢，当年是江泽民签下来，江泽民签完之后呢，这前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什么附就是相关条约呢，一个是中俄之间那个边界呢没有定，一个是东界，然后一个是西界，两边没有定。江泽民签下之后把这两个定下来，俄国人高兴得不得了，俄国说200年来中俄的领土问题一次解决。大家不要忘记，当年满清在签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满清是忍辱签下去的，中华民国承认之后是从来不承认，中华民国在1950年控诉案的时候把这些条约全部废掉了，就是中华民国是从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共原来也没有承认，江泽民承认了。睦邻友好条约签下去之后呢，等于是间接的再承认了一次他们之间的边界条约。所以我在说的意思就是，过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国际上记者会把这个问题挑出来说，直接问中共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敲钉转角的把这个土地全部送给俄国，不会拿回来。所以这个问题呢，各位注意看，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新闻热点。好，谢谢明老师今天带来精彩的演讲，谢谢。那我们请明老师跟我们观众朋友道别，那我们也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各位。好，大家再见，我们下回见。